25，红色方好像是隐藏分比蓝色方高，但是为什么在红色方好像是因为 KDA 比较高啥的，我也在红色方，17级就满了。 这把对面太刀啊！7级开始生长，那就是你说的7级生长是7级是6是吗？7级是6传教。 我操！傻逼了，我以为我一个秀200，哎呦！傻逼了！他怎么不一闪呀？往上吗？ 坏了！啊！nice！ 我操！被酱子操作。 我这哎，我这个惩戒没了呀，应该留一下。刚打完，他狮子高，我去吃。哎呦，他要来这个蛤蟆，我没惩戒很烦呀，这怎么办？ 哇，我现在好抽象啊！这种情况好抽象，5级了，还往草里面拉了，坏了，兄弟！
单杀吗？漂亮。赶紧刷吧，赶紧刷吧，不然等一下六级打四级了。我刚才是不是 A 错了呀？我好像是 A 到那个蓝了，我觉得我是 B 赢的呀。那个蓝爸爸应该是在打我吧？没看到吗？还行，缓了一口。蓝打我，那就只能是我 A 过蓝。我如果不 A 蓝，那个蓝不会打我。别来红吧，兄弟。A 蓝还 A 两下吗？哎呦，好卡！感觉可以关一手了。吃个车，这我肯定吃啊，是吧？我的助攻啊。我先试一下，看有没有说法。393一组，哦，我这个是带无情力。哎，给孤立的，给孤立可以。这个龙应该随便吃。来来来，一会儿，我就不信这下子敢赌。我虽然没惩戒，打龙很快，打龙有这个看点。打这种野怪啥的会非常舒服。现在是多少？你他妈，你不是说七级开始增长吗？七级才开始吗，兄弟？我现在还是五啊。九级六点，你发了，我看见了，但是我就浏览了浏览了一遍，我当时真的被吓得揍。两级涨一点，走走走走走。快走，两组转转麻了。
现在研究呢，下半场经济要加强了。我这第一把出，我操，这卡的，我重连一下，我再开个加速器。打网通有点卡，打网通，哎，我没加速器，我操，我重装系统还没下呢。加什么？加穿甲吧，肯定加了吧。现在是六啊，肯定加了。你两级还不加一级，升两级还不加一穿，免费的加速器，悠悠啊。我用的是电信网，玩网通会不稳定。瞎子在哪？我这刚充电，我不知道呀。你像这种战斗状态持续这么久的，我这个时候我幽梦主动效果肯定也没了，但是我这个竞技能给我加点衣服，就不会被六。我刚才的话，如果说我是幽梦的话，我可能就被六了。直接去试一下，他现在瞎子不在的。跑得有点快了。这么肉吗？可以打可以打，他压走盒子。没回他也残的。我就狐假虎威，我假装我有闪退。啊，假装我有闪退。一块打吧。裂开了，这哥们儿没懂我意思。没惩戒我打啥？那塞拉斯逼了呀。现在差多少？差550，哦不对，630，还得吃三毒才能升级。那我这边我不回家虎爷了，我这边真有成就，我是真有东西。这是那个谁差的？亚索差的，差的在下。OK， 抽个。这个卡莎是杀不掉的，生活有锤石。好肉啊！能留住吧？他们往上边走，
哎，没看见我。这卡啥呢？我操！什么鬼啊！而且他家平 A 是空了吗？卡莎平 A 怎么空了？算了，兄弟，因为我重连了，有个视觉 bug。我这一重连红 buff 都不显示，亵渎战斗状态是多少级？394。这个位置是视野卡不了。坏了呀！还在找我。这不就他们四个呀？有龙吗？这个龙能打？能打。我们四个打得很快。直接来呀，这线不能吃的呀，直接来。别抢到我背锅嘛，没有眼。队友别乱动，我扛好。 Nice。来个真眼，我这不就没几跑了。我说我们家铁男不来吗？那算了吧，别送出去，给了无所谓，电龙魂也没啥帮助。电龙魂在对面恶心我，我们这边没啥帮助。电龙魂如果给对面弹个兵，可能给我射出来。哎，我看见了我小时候被压死。别死了，别死了，再死一逼波了。
这个位置怎么留呀？贴在中路，我还有8秒大 ，OK 加个速，还能留吗？偷了个诺手大。 我看见有人那个做传送门了，那亚索做传送门了。啊！我还不能去他上半区域这个传送门，不然我到这边过去吃他2组。有个风。 这亚索，别吧，真的等我吧。 这不没大呀，血怒了，躲一下外圈。哎，错了，兄弟，我操！ 战士侠太难打，好吧，战士侠骑你脸上你没办法，你穿甲侠的话，我他妈2个针眼，穿甲侠的话你还能有点机会，有点机会偷死他。水银刀，哼，是水银刀是干嘛的？水银刀是想接铁男大是吗？ 漂亮，我操，还好，钓鱼执法了呗。对呀，解除不了啊，所以我才笑的嘛，所以我才觉得好笑。那不然他这个水银刀是干啥的？就一个布隆的被动有控。 哎，这个龙还能打的呀！哇，别吃我的鸡呀！你吃我的鸡，我回不了血了。我不回了，我有个小水龙，能稍微回点。快快快！
差点绕了，两条大路。 出仙石会好，单挑上会好打点。我也钓鱼执法。 瞎子在哪？瞎子在线上。小踹，这个诺手回来了吗？诺手竟然回来了。 打起来！我操，这啥情况？ 哎，他是 Q 是不是交的？有15。 我靠！你这还不走？不是你这还想杀我吗？15，15不要紧。龙魂，我这边买药了。 这卡莎还大帽子，nice， 等个龙魂。 他导致是出护甲，有没有想过这塞拉斯呢？这塞拉斯应该当初直接给他秒了。哪有1367的暴击？那面板都没1367。 你这扫描开的，我操！小浪不算浪。
这锤是怎么能这么肉的呀？